介绍贵宾 ，introducing our special guest。好，各位亲爱的家长们，我们各位贵宾、各位师长以及同学们，我们现在介绍今天到现场的贵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育才家族的大家长，我们郭董事长。好，接着是介绍我们立法委员林胡林委员。委员好。好，接着按照座位介绍的是我们罗文崇罗议员。议员好。接着介绍的是我们荣誉会长江会长。会长好。接着介绍的是我们姐妹校蔡校长。接着介绍是本届荣誉校友、杰出校友，我们刘学长，刘学姐。学姐好。好，这个是我们陈宏源副议长的办公室主任，谢秘书。秘书好。接着介绍是我们林伟环林议员的办公室秘书，艾秘书。秘书好。好，接着介绍的是我们景文高中黄校长。校长好。好，接着请我们所有的家长会成员请起立。好，由我们的荣誉徐会长，还有我们吴会长所带领的团队，欢迎大家，欢迎，谢谢。主席致辞。Let us invite Principal Tony to the podium for a few words. 我们亲爱的董事长郭董事长，以及我们林委员，还有我们议员们、秘书们，以及我们有校的校长、姐妹校校长，还有我们的服务校友，我们的所有的家长，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师长们、同学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天气真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老天对我们的照顾。经过三年的疫情，我们逐渐的松绑，现在口罩也可以拿下来了，所以真的是有这么多人的贵人的帮助，让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步跟成长。同时今天是我们的母亲节，我们借由刚才母亲节的歌曲以及献花来祝福我们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幸福快乐，家庭都和乐圆满。那在今天我们育才举办校庆，这是我们66周年的校庆。那这66周年的校庆呢，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走过了前三年的疫情，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跟我们的家长们一起合作，一起度过。我们在教学上面不断的创新，让我们的教学可以同步的进行，让我们的学生表现也可以同样的光芒四射。这个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师生家长一起共同的努力。在这边我们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贵宾，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家长经过三年了再度重回到校园，让我们共同欢乐在一起。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校长。